《利未记》第二十四章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，就吩咐以色列人将迄个做点灯刻正清的橄榄油摕来给你，予灯常常点着。伫会幕内发规的帐里外，阿伦对下昏到早起，就伫耶和华的面前料理这个灯。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伊就伫耶和华的面前常常烧烤纯金灯台顶的灯火。五节，你就摕幼米粉捌做十二块饼，每块用米粉依法十分之二，就将饼摆做两桌，每桌六块，伫耶和华的面前纯金的桌顶。搁着将清气的乳香，下伫逐桌饼顶做记号，就是做火祭献予耶和华。八节，逐个安息日都常常摆伫耶和华的面前，这是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。这饼是要予阿伦佮伊的子孙的，因都伫神的所在食，做永远的定例。因为在献予耶和华的火祭中是祭献的。十节，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伊的老爸是埃及人，一日出来行在以色列人的中间。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甲一个以色列人伫营内冤家，这个以色列人妇人的儿子失独性命，搁救助，就有人将伊送到摩西遐。伊的老母名叫示罗密，是但的支派伫伯利的查某囝。因将迄人关伫家内，要得到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十三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讲，将迄个救助性命的人带到营外，予听去的人拢换手伫伊的头壳顶，全会众都用石头钉死伊。你就吩咐以色列人讲，既然救主神的，就担当伊的罪。十六节，迄个亵渎耶和华的名的，就受治死。全会众总得用石头钉死伊。不管是出外人的，还是本地人，伊亵渎耶和华的名的时，的确治死。拍死人的，的确治死。拍死精神的，就背精神。用命背命，人若予伊的厝边的身躯受损伤，伊怎样行，也着照安尼向伊行。二十节，用伤背伤，用目睭背目睭，用喙齿背喙齿，伊怎样害人的身躯，也着照安尼办伊。拍死精神的，着背精神；拍死人的，的确致死。不管是假卡的，是本地人。同一样的咧，我是耶和华恁的神。二三节，摩西就吩咐以色列人，因就将迄个救助性命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钉死。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来行。